接下来我们来看37题，求 x 等于多少？好，这题呢，我们还是可以利用一些切割的方式，把它变成我们会的这种多边形的内角和的角度来算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延长这条线的话，上半部它就是一个四边形，我们很快的可以把这个角度算出来。好，118、65，这个已经是183。好，那我们如果用两组180来看的话，183多了3，好，所以83用180减83，所以这个角度是97度。再来，右下角这个三角形，X 就是一个外角了，97也是一个外角。那这个46度呢，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的外角算出来，或者是我们把97的内角先算出来也 OK。啊，97的内角，我们当然还是用180去扣，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什么？83度。所以我们的 x 呢，利用外角等于内对角的和，外角等于内对角的和，所以很快的，我们就可以把 x 度等于46度加上83度，它就等于129度。所以我们的 x 就等于129。